浑浊的空气惊扰了大地，让许多人受尽不安与委屈，来不及喘息。暂时的隔离就当作关闭，让心灵能分析不变与危机，要睁眼睛心去解疑。我感觉所有的你面对困难要处变不惊，携手并肩我们一起感受生命真正的意义，一起散播智慧和勇气。我感觉所有的你面对挑战要冷静欢喜，此时此刻我们要团结一条心，不畏惧不放弃，彼此鼓励让信心凝聚。世界会更美丽，的隔离就当作关闭，让心灵能反省不变与危机，要睁眼睛心去解疑。我感觉所有的你面对困难要处变不惊，携手并肩我们一起感受生命真正的意义，一起散播智慧和勇气。我感觉所有的你面对挑战要冷静宽心，此时此刻我们要团结一条心，不畏惧不放弃，彼此鼓励让信心凝聚。世界会更美丽，世界会更美丽，会更美丽。世界会更美丽。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，祈求您接受我至诚的祈愿。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，祈求您接受我至诚的祈愿。